独立日假期 ，Costco 准备了哪些优惠商品？大家好，我是老苑。本周四是美国的独立日假期，首先提醒大家啊，在周四当天，独立日当天，所有的 Costco 门店呢是不开门的。但是作为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假日 ，Costco 呢历来在独立日假期呢都会准备很多的优惠商品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就一起逛一逛，看看在 Costco 里有哪些优惠商品，有没有值得大家购买的。那视频开始之前，请订阅老苑的频道。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，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。我现在呢是在新泽西 Edison 的这个 Costco， 除了 Costco 整体安排的这个优惠呢，每家 Costco 自己的优惠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你们那儿的 Costco 是什么优惠。这个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大家看啊，它是.97结尾的，带一个星号，这个基本上要下架了，说明。所以现在呢不用说折扣，它已经是非常便宜了。这一盒呢是6.97块，这里面一共有17样的东西。它是吸管和瓶子的刷子的一个组合，其中呢七个是不锈钢的吸管，还有七个是这种塑料的吸管，有两个小的毛刷，还有一个大的刷子，这就是清洁的用品。主要是啊，它要清仓了，所以6.97块非常便宜啊。这个苍山刀这个商品啊，也是要清仓了啊，带星号的，79.97块，就相当于$80啊。它这里头呢是五把刀，然后有一个磨刀的石，还有一把剪子，还有一个架子。苍山刀的质量应该是很好的，所以这个也是很实惠的。它这个啊剩的已经不多了，第一层呢就这两个，但里头还有一些啊，底下不是它这个牌子的，所以剩的不多了，大家要买赶紧来。这个好东西居然也是在优惠啊，这是新西兰原产的麦卢卡蜂蜜，它是优惠了6美元，卖$24啊，优惠期是到7月28号。这个一共是500克，是1.1磅，它应该是两瓶啊，两瓶500克。它这个 UMF 是10家的啊，然后 MGO 也就是抗细菌的指数是263家，也就是中偏上，在所有的麦卢卡蜂蜜里的这是中偏上，算是不错的了啊，非常好。麦卢卡蜂蜜呢是新西兰原产的，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蜂蜜啊。前一段漂亮妈还特意买了两瓶这个带回国啊，现在优惠了，真便宜啊，真不错。我们这个 Costco 啊，最近白葡萄酒优惠的特别多，我一看这个堆头上有四种白葡萄酒，有新西兰的，还有美国的，最贵的没有超过$10的，你说多划算。你像这个啊 Costco 自有品牌的，这还是新西兰产的，然后它这葡萄呢是长相思，这是优惠了6美元，现在只卖7.9块啊。其实白葡萄酒都差不多啊，夏天的时候只要在冰箱里冷藏一下，让它凉一些，都挺好喝的啊，很便宜，很实惠。这一款是加州索诺玛谷的黑皮诺啊，这个红酒呢优惠了7美元，现在卖8.5块，它的优惠期呢到8月8号。我是没喝过啊，但它这个酒啊是真便宜。阿根廷的马尔贝克红酒还是在优惠啊，它这个优惠期到8月8号，原价是19.99块，优惠了10美元，这一瓶啊卖9.99块，它这个评分呢是93分的。前两天我正好看见有人发啊，说日本的响现在便宜了，我到这儿来一看呢，我们这个 Costco 还真有，它是85美元一瓶啊，它这个是750毫升的，但是我的印象中啊，我喝的这种普通的响呢，颜色会稍微重一点，它这还是比较淡的啊。这个是意大利进口的圣佩莱格里诺的气泡的饮料，它是优惠了5美元的，现在卖15美元。这一箱呢是24罐，其中有12罐是柠檬的，还有12罐呢是雪橙的。这个是含气泡的饮料，冻一下还是挺好喝的。那其实现在6月、7月 Costco 的优惠呢也是同时在进行的。我呢在上个礼拜呢也拍过一个视频，这些的优惠呢是并行，所以你如果想看呢，那个视频里的也有很多优惠的东西。这一款有机的海盐的玉米片，它是优惠了2美元，现在卖5.9块。它这个是1.75磅啊，美国很流行很常见的 A1 的烤肉酱啊，优惠了3美元呢，现在卖8美元。它这是两瓶，这个优惠期呢到7月7号，也就是本周末。亨氏的番茄酱优惠了3.5块，卖9.5块。它这是三个的包装啊，而且每一罐呢是2磅重，这个三个也是挺多的。这个是金枪鱼的沙拉，它这个是17盎司，是481克，优惠了2美元呢，卖6美元。
这个的优惠期呢，也是到7月7号，也就是本周末。这个是年轻人比较流行的啊，火鸡面，我�儿子他知道。这个呢是优惠了3个美元，现在卖8个美元，它这个是6盒。这个优惠期也是到7月7号，也就是本周末。这个是有机的水果泥啊，优惠了4.5块，现在卖13美元。这里头呢是28袋，它一共有4种口味，但都是和苹果相关的啊，没有任何的糖的添加，是使用100%水果来制作的啊，所以这个应该还是不错的，有机的。这个老虎牌的电饭煲其实是非常好的啊，它是日本原产的，优惠了20美元呢，现在卖70美元。它这个可以做5.5杯的这个大米，这个不是很大，适合家庭用，可以做寿司，还可以简单的做一些肉类的啊。日本的电饭煲啊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个是非常推荐的。它这个的优惠期呢也是到7月14号，它也有不同的档，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。这一款松下的微波炉优惠了30美元，卖120美元啊，它这个大小也是比较合适的。优惠时间是到7月14号。我面前是两个中国的品牌啊，这边是美的，这边呢是海信，这两个啊都是便携式的空调。其中这个海信这个呢优惠了80美元，现在卖320美元。中国这种小家电的质量应该是都很不错的啊，它这个呢是适合一种中型的房间，是350平方英尺，窗户的高度呢应该是在127厘米，就是可以啊，所以呢这个还是比较小巧的。这款护手的乳液啊优惠了5个美元，卖15美元，它这是2瓶装。我们家用的就是这个啊，我们很多朋友家用的都是这个，洗完手洗完澡以后呢来抹一些是非常好的。它这个每一瓶呢是591毫升，也就是20盎司啊，而且呢它还是用牛油果油做的，我们用着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，非常推荐。这个美国非常流行的非常常见的香蕉船，这是防晒霜，它这里面呢是3个，有2个是喷的，一个是抹的，50倍的防晒霜啊，优惠了5个美元呢，一共卖13美元。这个就更厉害了啊，这个是60倍的防晒霜，它这个是2瓶，优惠了4.5块呢，现在卖13美元。这个枕头在优惠，它是优惠了4个美元，现在卖15美元。它这一袋里头是2个啊。这个灭火器是优惠了10个美元，现在卖30美元。它这个优惠期呢到7月21号。前两天啊去这个朋友家，他们呢正在卖房子，在 close 之前啊，其实每一家呢都需要灭火器的，像我们家现在其实是没有灭火器的，如果有需要的啊可以备一个。这个在户外使用的摇椅优惠了10个美元，现在卖40美元。它的优惠日期是到7月21日。这个品牌的面包机呢是美国非常常见的，它优惠了10个美元呢，卖30美元，优惠期呢是到7月28号。这个是汽车上用的打铁线啊，优惠了20美元呢，卖60美元，优惠期到是7月14号。去年冬天的时候，我就帮朋友家里那个车啊比较旧，电池呢基本上坏了，所以隔1个礼拜10天不开呢，电池就有问题。如果你的车也是这种情况，备一个打铁线也是很方便的啊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呢可以直接充上电，然后带在车上，使用的时候呢就把它连上它，很方便啊，不像原来还得2辆车在一起，现在呢带着这个和这个，你的车没电了就可以。逛了一圈下来发现啊， Costco 里的优惠的东西还真是很多啊，所以大家有时间的时候，独立日之后7月5号啊7月6号这个周末可以来选购。视频到此结束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拜拜。